就是身体最重要。那么身体呢，就是主要的是从物理上面来讲三个方面，通经络，第二个呢练肌肉啊，你肌肉不练好呢，骨头会受到影响啊。第三个练柔韧，通过舞蹈练柔韧，柔韧呢就是筋长一寸，寿长一岁，人家是这么讲的。寿长十年。那么表示呢，这个身体呢既有力量又有柔韧，那么让我们活得有质量，不然的话老了很没意思，对吧？再还有一个呢，要有愉悦的精神。那么谁老了都有烦恼的事，第一个我们先学一下。你讲有抑郁，我也会。一件事情我刚看到的，就是我们来试一下哈，左手大拇指压进去，再弄起来，左手这地方有个穴位叫做团中穴。团中穴，现在一件事情微笑，团中穴，现在一件事情嘴角拉上去微笑，微笑，再然后怎么着呢？打一下呢就哈，就是笑出来哈，预备起，哈，哈，哈，三下才会对这个一个腺体胸腺产生作用，胸腺产生作用，让你兴奋起来，把烦恼去除掉，就是解抑郁的。一个抑郁解了以后，他们说有的癌症都好了。心情愉悦时，心脏会分泌一种叫做缩氨酸的荷尔蒙，这种物质可以在24小时内杀死95%的癌细胞。想到了，来下次，笑起来，预备起，哈，哈，哈，感觉到胸部怎么感觉？啊，舒服，舒服是吧？啊，胸不舒服，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哈。这个第一件事情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做的吧？更简单的啊，你如果心里不舒服。一痰中穴保健做法，保持微笑，每天做3次拍胸哈气。是怎么解肚子哈？解肚子呢，我们就可以站起来吧，一边做一边站，咱们也不是全部讲哈。从这里开始，因为你们大家都对这个身材很重视，然后咱们就从这儿开始啊。我是怎么做的哈？我第一件事情，这里有一条带，叫做什么呢？带门呢一定要敲，敲带门呢是把这个腰部的赘肉把它敲掉去。我们一起来，敲它60下，好呢，就这个地方哈，预备起，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我每天肯定60下，60都对。我自己给自己定的60下。啊，我听说60都。他说我瘦去了，我就告诉你，我就这么60下。为什么呢？这个带面把它翘起来哈。再然后呢，这个肚脐的两侧。也有两个穴位的，这两个穴位呢，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运化也有功能，有作用的吧？我们敲啊，也是60下，预备起，1 2 3 4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大家一起数。3 3 4 3 5 3 6 3 7 3 8 3 9 4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60，好的，大家一起数哈，我数数来。这还有呢，这个肚脐呢叫神穴哈，很重要的，也是帮助运化。在这里呢是一个膻中，就是消化。你不是大概这多长肉吗？哎，我每回听，这里呢多长肉嘛。这个地方，这里轻一点哈，你敲得重呢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你这个地方呢，神穴这里要敲重一点。也是60下，好吧？那就两个一起敲，预备起，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4 45 46 47 58 59 60。
啊，你看这个不是我专门讲的吧？大家一起做哈。再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碗中呢，就是你看我们这里都长肉了吧？是是敲到一块，让它这地方肉呢慢慢小下去。我就是看我自己小下去的。嗯，但是我希望你们也小下去。会的会的，但愿。再还有一个呢是，哎，人就跳神去，但是这里面呢有气海关元。有一个气海和关元都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系的，气血都有关系。神去人就敲，这个手敲下面，敲下面，它下面两个穴位都敲到了哈。六十下，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腰部挺起来哈，腰挺起来。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十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这个身体热起来，你一直吸肚子，你这地方不是肚子要长出来吗？你这个地方也得一边敲一边吸肚子，你撑不起来啊？你自己时间多久多做？我就是每天，我就每天肯定一遍。最少不能低于一遍，你时间多多做两遍。你这两遍你自己喜欢，那是你自己喜欢，反正是不会伤人的嘛，对不对？我想伤人的啊。这还有一个呢，这个地方真的是解毒。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这两个小腹这地方哈，真的是减肥的，就专门减肥的。我手掌侧面敲打小腹两侧六十下。背不要拳头，手的侧背，然后这个肚子这个缝里，预备手。一二三，我四就累了。六七十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六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好，这也肯定是这个就是减肥的啊。好，他的目标就是减肥。再接下来呢，这个是肚子前面要把它修理好，在背部不是想修理吗？你要有腰，背上的背要薄，对不对啊？好了，这而且呢，这个背太重要了。啊，它一下来全是那个很重要的关位，我带来给你看哈。这地方呢，大椎神经中枢敲一下。再接下来呢是肺啊，肺俞啊，这里啊，膈俞、肝俞、胆俞、肾俞了、胃俞了，全部在这一带。哎，再还有那个那肾俞啊，在这个地方，就是从这个椎骨一直到屁股骨那个腰上面，要拍打吧？拍打呢是这样的，中间这个呢是脊椎条，但是不是拍打脊椎骨？是脊椎骨的两侧。那么这样子，我们大家就怎么样子拍？我做一个看，你在这里哈，我们互相来拍一个一个圆圈，好不好？我们来拍一个圆圈，你看我哈，那大家组成一个圆圈，每一个人手到达为止啊，用手掌。你们往前面走一点。手掌来，那大家都拢起来一个圈呢。你那大家一个圈啊哈，先是第一个用拳头。啊，跟他个我们就用那个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不好啊？好好，这边打一个两个八拍，好了哈，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这边是吧？两个八拍，哎，这边这样子的，因为这边的穴位跟这边的穴位全都是动起来了，手上有穴位，为什么要这么拍？手这里叫后溪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你这么打的时候就身上都动起来吧。好，再用手掌呢，这里是劳宫穴，一个手还是两手？两个手，因为你两边嘛，你看了哈，我们时间贴给了我在这里找哈，我们不要讲哪个在哪里，也就是因为你去找它很难的吧，但是用八掌打的话呢，就一路打下来了，特别是这个肩胛骨这里有一个病，一个穴位叫膏肓。听到过没有？没有。病入膏肓哦，膏肓这个穴就是全身生死的一个关键穴。哦，它在哪里？就在肩胛骨的这个地方。这个哦，肩胛骨里，哎，两块骨头，所以你把它打了以后就病不入膏肓。哦，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把它打出去。哎，这然后呢，你这个地方呢，这条肩胛骨，你就打这个肩胛骨的两面。再怎么打呢？比如一。
三，就这么轻，五不是，我是位置的，就是我们就这么一直打下来，打下来先上线最上面，再慢慢拍到下面一点，再拍到下面，反正就是让他都拍到。如果趴在那里，拍到呢，他那个穴位的人摸不到，不要紧。阿姨，如果趴在床上拍，是不是更好？这样拍在床上，现在没地方拍，咱们哦，假如在家的话，假的大家当然最好。家里老公，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是有一个棒子，咚咚咚，我自己打的。如果有条件的，可以爬在垫子上更好用力，也可以自己用按摩棒自己敲打背部。太棒了！这地方呢就细下去了，也背也薄去了，我们就是嘛，这地方的肉就少了，肚皮上的肉少了，那你不是年轻态了吗？是的，是吧？那年轻态就是要消除那种所有火火背部，对，在我自己呢就一直这样做，所以呢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今天阿姨讲的特别好，我觉得受益匪浅。今天，而且那个也很有条理，而且思路很清晰。然后还有讲的就有很多的关键点，讲的非常好，大家也非常受益啊，对吧？大家有很好，谢谢老师。准备，左上，右上，抬手，落。上脚落开，上脚左开，抬手，害羞，落抬手，接莲藕，落送，左送，收右手，收左手，碎步退，左撩，右撩，抬右手，抬左手，上步，上步，带手退，退。右探，拨手两次，双手上开，造型。